我不是故意骗你的，对我来说都一样，反正也没什么别的事情可以做，实验室里安安静静的挺好。东西不就是拿来用的吗？太在意了，人就成了东西的奴隶了。别啊，我特别喜欢吃芒果，替我谢谢阿姨。来，你们家人可真有意思。啊，我儿子，嫩了，要出手了。是啊，那会儿你还说我是疯狂博士呢。要把那毛摘掉就出去。对对对，就是你只要是不做任何实验，然后就是只要手拿出来，就要手套拆了就行。我带你来吃食堂，你不介意吧？但是我还挺想做单身生活的。解决不了的问题就不想了，反正我今天挺开心的。开始。确实，我刚领养他的时候，他才1岁，瘦瘦小小的，我也没想到他能长成现在这样。